是孙老板，是，你谁呀？我叫阿朱，是水生他们一个村的。水生他娘呀，托我来看看水生，还给他送来一双他娘新做的布鞋和些土产。水生不在家，你把东西交给我，到时候我交给他就完了。那水生上哪去了呀？他上这个扫盲补习班去了。那我在这等等他吧。哎呀，他很晚才能回来呢。 没关系，反正呀，我明天才回乡下呢。水生他娘呀，好久没见他了，天天做梦都在想儿子。托付我呀，非得当面见见他，回去好告诉他，水生现在长成什么样了。哎，你这……好，那行，你坐那儿，哎，坐那儿等。哎，你站着干什么？来来来，坐坐坐坐，来。 我给你拿凳子，来来来，我来我来，来来来，快坐下，坐下坐下。孙老板把水生啊从乡下带到城里边来呀，村里人都说呀，水生好福气。孙老板呀是善人。他们过去。孙老板在弄煤呀，我帮你干吧。不不不，坐，快坐，快坐下。 你是客人，怎么能让你干呢？啊，你晚上没吃东西吧？我在路上啃了两个烧饼。哦，那这样，我给你沏杯茶，然后，再给你做点好吃的，你边吃边等。那就谢谢孙老板了。来来来，给你倒上。哎，啊。 记住了啊，千万别动，我给你拿吃的啊！哎，行，那我去了啊。来来来，来，行，好，来来来。 水生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哎，水生他不会回来了。你说啥？他为什么会不来了？哦，他上了夜校，完了他会去找他对象的。哎呀，水生有对象了？对呀，没错。这姑娘长得怎么样？是干什么的？哦，好像是个售货员，长得挺水灵的。哎呀，水生他娘！ 要知道他有对象了，一定笑得合不拢嘴呀！来来来，喝杯酒。哎，喝了这杯酒啊，你就先回旅馆，等水生回来，我让他到旅馆来找你。不，我一定等他回来。我这呀，找他要让他对象的相片呢，好带给他娘看呀。你着什么急呀？哎，这样，我一会儿我还出去有点事儿，你就先回去啊。哎。 您忙您的去，我在这等他就行了。哎，啊，行，我陪你，来来来，这是什么声音啊？是老鼠。 水生的鞋，哎呀，不可能！真是水生。
生他娘做的，这针脚纳的跟我带来的一模一样。哎，乡下人做鞋都这模样。哎，那他怎么从凉亭上掉下来了？是老鼠叼走的呗。水生，水生来了。哎，有人喊水生。哦，哎，这是我太太，她听着你的声音，以为是水生回来了。没事儿，这不是水生，是水生的一个同乡。你好好休息吧，啊。阿福，你在哪儿啊？你还是过去看看你太太吧。啊，没事儿，她身体不好。哎，对了，这样，你先走，啊，这钱啊，你交给水生的妈，你告诉她，哎，我告诉你，你告诉她，水生在这儿一切都好，你先走啊。那我得见水生才能拿。你这人怎么这样？我跟你说，今天晚上你见不着水生了。哎，你为什么不让我见水生？我是老板，我说你见不着就见不着了，我偏不走。哎，给我站住！你是老板，也不能不让我见水生。是不是你把他藏起来了？我藏他干什么？让我兜兜风给你看看去。站住！屋里怎么有股臭味？哪有什么臭味？你水生。水生他死了，水生他水，你别喊呐，你别。水生因为他死了，你还骗瞎话骗我，肯定是你把他砸的。不是我，不是我害的，不是你，是谁害的？哎呀，不是我，是他不小心自己出了意外。你胡说！如果是他自己出的事儿，那你刚才怎么告诉我？那你怎么把他藏到这儿了？我跟你说，这，哎呀，我跟你也说不清。把钱塞给我。是想让我帮你包庇，走！这你要我去哪儿？去公安局。嗨呀，你坐下听我慢慢跟你说。我不听你说，你给我走，去公安局说去。哎呀，你冷静点听我。是你，你把他给杀了。废话，我不杀他，他能饶了你？你愿意跟他去公安局？你来干什么？我是来帮你的。你快点给我走，我不想再看到你。你给我闭嘴！赶紧找个地方把他埋了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这是上面的字吗？三毛流浪记。送你了。谢谢叔叔。小刚，把书拿着进屋看去。嗯。前段日子一直工作上挺忙的，没抽时间过来看看你了。石岩同志，如果你没什么事的话，你先回去吧。我今天来呢，是带给你一个好消息。这是区里边给你开的证明，同意你在家门口摆个小摊子。这儿呢有些钱，不是很多，这个小摊子就卖卖香烟什么的，慢慢来，以后都会好起来。石岩同志，你把你这些东西拿回去，以后你就不要再为我们的事情再操心了，我们靠糊火柴一样可以生活。是不是上次抓错你的事儿，听到了什么闲话？没有，一定有。告诉我说了什么，谁说的？你可以不告诉我，但我一定会知道。说吧。人家说我用糖衣炮弹腐蚀拉拢公安干部，
说你会因为我受处分。胡说！谁说好这么说？我觉得人家没有胡说，人家说的对。我就是用糖衣炮弹拉拢了你，是我连累了你。你没有连累我，我到你这儿来是我自愿的，我心甘情愿的这样做。你怎么不明白呢？我是反革命家属，一个特务的妻子，我是一个有罪的女人。你知道吗？人家都说我是个坏女人，所有人见了我都在我背后骂我、议论我。就连我们家小刚在学校，老是被人欺负，抬不起头。我求求你了，石燕同志，你以后不要再来了。你不一样，你是公安局科长，你有你大好的前途。你再来我这会毁了你自己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就留着我们去吧，我们就这样了。我求求你，行吗？你以后你就别再来了。只有这个孙福我认识。这个孙福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你也见过的，就是我们家对面蓝胡灶的老板。这个人怎么样？接触不多，我也不太知道。哦，我还想起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他们家蓝胡灶有个伙计叫水生，是个哑巴。前一阵子吧，他就比划着问我说那个坏蛋的坏字怎么写，我就告诉他了。然后当天晚上特别晚了，他来敲我门，我一开门，我一看他衣服也刮破了，手也刮破了，我就问他怎么了，他说是他们家老板跟老板娘把他关起来了。后来呢？后来孙福跟张翠香就要把他领回去，他们说是因为白天水生在老虎灶拿了钱，他们罚他，所以把他关起来，还跟我保证说以后再也不管他。这个孙福说水生的母亲病了，他回乡下去了，你知道吗？他那天晚上一个字儿都没跟我提他母亲生病的事儿，第二天一大早他就突然回乡下去了，而且连我给他缝的衣服也没拿，直到现在都没回来。这个孙福手上戴过一串佛珠，你见过吗？我好像从来都没见他戴过。他老婆后来怀孕了，不知道怎么不小心孩子就掉了，之后神经就有点不太正常了。哎。
鬼，鬼，有鬼，鬼来找来了，他们有鬼，去，看看这样。谁呀？我是公安局的，找你来了解点情况。啊，来了。是你啊，有什么事儿吗？你是不是有过一串佛珠啊？佛珠？哦，对，我们家里是有一串佛珠，那是我媳妇怀孕时候想请菩萨保佑，是到寺院里请过一串佛珠。佛珠现在还在你手上吗？啊，前一段我媳妇在楼上摔了一跤，这孩子就掉了，他情绪不好，就乱扔东西，这佛珠就找不着了。石东镇，还有事吗？没事了。哦，对了，你们家那个伙计水生回来没有？他娘重病，好像回不来老队长，哎，放心吧，佛珠和刀都处理了，他们没证据，抓不了他。现在该谈谈正事儿了。什么正事儿？水丫子交给你一项新任务。我已经决定。我不敢了，这是命令，你敢抗命？我不想再杀人了。谁让你杀人了？上次就是让你去送信，是你自己沉不住气杀了那个老太婆，惹出这么些麻烦。可是当时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呀。这次的任务更简单，就是去取一点东西。我也不想干了，恐怕这就由不得你了。可是公安已经盯上我了，他们跟踪我怎么办呢？你放心，公安的内部有我们的人，如果有什么动静，他会通知我们的。不，我害怕。不用怕，水鸭子都安排好了，只要你完成了这次任务，我们马上安排你和你的老婆去安全的地方。我明天就走。不行，你必须办完这件事再走。那就来不及了。慌什么？办不了这件事，你哪儿都不能去。不，我不能再听你们的了，我不能再听你们的了。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想干了？我另外找人吧，我求求你了。你就不怕明天早晨我就给公安打电话，告诉他们在你的后院里埋着两具尸首，可全是你杀的？可是那个嫌疑人不是我杀的呀。反正已经杀过人了，是杀了一个还是两个，你能说得清楚？告诉你了吗？任务很简单，是去拿一把钥匙。在哪里？这是地址。这房子里没有人。你们答应我，
这件事情干完以后，就放过我。可以，但是你一定要找到这把钥匙。你们要说话算话，少废话。听着，明天天黑以前，必须找到钥匙，把它交给我。可是我万一找不到这把钥匙，你他妈就是挖地三尺也得给我把它找着。这是一把什么钥匙？一把开铁门的钥匙。我怎么知道是开铁门的钥匙？你他妈不会把他们家能找得着的钥匙全给我拿来？我明白了。还有，明天去的时候带上枪。你不说他们家没人吗？你让我带枪干什么？水丫子安排的，以防万一。你给我听着，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水丫子的监视之下。如果你敢不去完成任务，或者是到公安那告发我们，马上你和你老婆就会躺在后院的坑里陪着那两具尸首。你这干什么？再给我回去，回去，回去！听，水生在哪儿说话呢？哎呀，你看你又说疯话！快点，回去！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哎，好好的，你起来干什么？回屋里去。我要生孩子，我要生孩子，我生了孩子，挖一个坑给他给埋上，拿铲子去。铲子呢？哎，听话，快点给我回去，回去！哎，这屋怎么这么大的血腥味儿啊？本想这场噩梦很快就会过去，你的疯病早晚有一天会好的。等你病好了，再生个孩子，哪怕是种地养猪，只要能够平平安安的过日子。现在晚了，后院还埋着两个死人，我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当初我怎么没向政府去投案自首呢？
一切都完了。讲不正经，孩子，你疯了，昨天都是我做的孽呀、啊！滚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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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们这些阎王小伙儿，滚开！别抢我儿子！别抢我儿子！别抢我儿子！我丈夫是牛头马面。小青，杀人不眨眼，冷静点啊！铲子呢？铲子，挖地去，挖地。明天去吧，明天去吧。明天，晚了。哎呀，不晚。明天生孩子。明天我带你去，啊，你快睡下。明天，明天，明天。思明，啊，爸，你怎么上这儿来了？哦，我们研究所发生失窃案了。这位是我们保卫局的秦处长。哎，宝贝儿，什么情况？哦，根据报案说实验室里丢失了几瓶化学药剂，那么从现场来看没有发现任何的入室盗窃迹象，所以我请高思明还有秦处长来做个笔录。好，那你们先忙吧。哎，宝贝儿，等一会儿做完笔录以后给我拿一份过来。是。爸，我待会儿做完笔录就先回研究所了。好，忙吧。是不是？喂。赵伯根同志不在，我是石岩。哦，好，他回来我通知他。再见。连长，正找你呢，给你要的孙福的资料。哦，对了，刚才有一个电话找你，生物研究所那边的鉴定报告出来了，你抽时间去拿一趟。好，我一会儿去。哎，连长，你怎么还查户籍资料呢？你不是已经调回专案组了吗？宝哥，生物研究所现在那边情况怎么样？那个人员跟我说，说实验室里丢了几瓶化学试剂。那么从案发现场来看，大门、实验室还有存放试剂的柜子都没有明显的撬锁痕迹，因为这些药水不是经常使用的，所以什么时候丢失的还不能确定。我怀疑这跟内部人员有关，所以只能摸底排查。丢失的几瓶试剂重要吗？听那个内部人员说，说这个试剂做什么催化剂用的不太重要。小刘，到，给分局还有街道打电话，通知他们一下。让他们特别注意，在这个水井还有饭店投毒。是。给我来根冰棍。他们现在盯得我很紧，实在不行，我就先撤。拿到钥匙你就撤。卖冰棍嘞，卖冰棍。我走以后你把门关好，咱们老虎早已经打烊了，
谁敲门你都别开，知道吗？这是我给你请的，你把它带上。这是我儿子的，你带上，你带上，我儿子的，你带上。这件事情完了以后，咱们就离开江城，找一个别人找不着的地方，你再生个儿子，咱们好好的过日子。我要生儿子，生十个儿子。生十个。这些行李都准备好了，你等我回来。走，如果明天一早我还不回来，那就说明我已经出事了。你就带着这些行李回你娘家去。等着我呢，我要挖地，儿子，儿子，挖地，我挖地，儿子。你在国民党保密局担任什么职务？我是二组的交通员，负责联络。见过这个人吗？看清楚。今天不是说要明天才回吗？政委不是要开常委会吗？然后通知我来参加，就提前一天回来。Thank you.
饿了，锅里面有发糕，自己拿着吃吧。啊，嗯，去吧。妈要赶紧把这些衣服洗完了，以后天天看不见了。小刚，自己倒点开水啊。妈，水壶没开水了，你今天没去打水。今天老虎灶关的早，妈没打着。妈给你烧点水。给您提上去，哎，不用，就这么点东西。那明天几点来接您？还是八点吧。那好，明天见。好。好像见过他，什么时候见的？两年多前吧。那个时候我和保密局的囊城组长黑子比较熟，有一次我和黑子一起喝酒，这个人来领经费，我记得啊，黑子还骂他，说他什么事也办不好，光拿钱不干活。你确定是他？好像是。是还是不是？我记得黑子叫他什么父啊，好像孙父。谁派你来的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说！他们让我来找一样东西。他们？他们是谁？不，我不能说。啊！我说，是郎景田的人。郎景田不是上台湾了吗？是的，手下的人。他们想干什么？他们让我来找一把钥匙。钥匙？什么钥匙？他们说是你偷的一把铁门的钥匙。不是我胡说，是他们说的。他们还说什么？他
他们还说，让挖地三尺，也要找到那把钥匙。就这些，就这些。我要公安局，我找石科长。